大家好，我是火锅。开了将近三个多小时的车哈，我们终于到了这个梅江北回归线那个就是公园，整天是一个感觉就是人家下班之前，他们是六点钟下班，现在已经时间已经差不多要五点了哈。去看一下这个北回归线，正在买票，好，川川的买票去了，买了票我们就进去看一下。像三姐。牛肺。要从头洗到尾，这个样子才容易生。梅江这个地方哈，产一种紫米，人家说就又叫双胞胎米，因为梅江这里面的双胞胎特别的多，所以说有时候你看那天有时候喝水哈，它寓意都是要洗，好像说的是祈福啊、生儿啊的，叫生双胞胎在那里面来。它这个是一个地球，以这个北回归线以上的部分，这里面是相当于北回归线以内。你这个来划界，东树底下要长镜子，但是我觉得认不到，我们都不敢去扯。我是这个是无毒的，可能早就扯走了。你看这儿不是啊？你看这些镜子，松树底下反正多，应该就是这些。我们过两天就要去踩镜子，看我们运气好不好了。那我给大家形象的演示一下，啥子叫北回归线？哎，左边就是越来越冷。右边就是越来越热，就那么简单啊！我是你们的好哥，巴适的板。我吃辣，吃什么苦嘛？你是苦还是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梅江的菜市场哈，刚刚从那个就是北回归线那个天文馆出来，看了菜市场就想来逛一下。下午这个时候也没得好多人了，你好多人收摊头，但是我来逛一下，好像就两个愿一样的，那个心头就舒服。俺买穿了。那三七的上头那些呢？有啊。这个是三七的根根了嘛？根根哈。有没有籽米呢？没得籽米，那边是。有没有那个根子呢？根子没得，也没根子了。哎，虽然我那个土鸡带不回去，但是我看下也过瘾了。这个养了多久？这个鸡大概一年多，一年多啊，应该在下蛋的鸡啊。下蛋。你莫说，鸡真的够好看啊！哦，这鸽子多少钱一只啊？带回去了。两百一只，一只嘛。这是养着玩的哈。啊，养着玩的，这个塞子壳上面，它有蛋白质。哦，那也在叫。蛋白质。200块一个。200块一个啊。这就是原鸡啊。这鸡就是，其实我说，如果我们直接回去的话，可以买一只拿来养起耍。来来，我来呀！啊，养起好耍噻。昨天老姐才给我看，生熟。小是小，8种的又跑出去了，又小是小，但是精神好。啊，这个就是中国原鸡，它其实这个才叫土鸡。啊，最早的鸡都这样子。你看到现在的鸡很多都是杂交，经过杂交，就比如你想吃有肉的哦，它就拿长得大的鸡来杂交；你想吃就是比如说那种杂食的，比如说下蛋糕的，就下蛋糕的来杂交，就是根据人的需求在改良它的基因。最早它是这个是最纯种的土鸡，如果要是土鸡的话，这个才是土鸡。它不叫原鸡，元朝时候的鸡吗？那个原，哦，原本的原，原本的原。这个就是我们卖那个很多菜市场，他们不是卖的啥子卤鸡啊，或者卖的一些就是这种就是淘汰蛋鸡，这个叫，这个是国外品种，知道吗？专门生蛋。专门生蛋的，它的任务就生蛋。像这种就是有时候就是杂鸡嘛，但是相对来说还有更大的，牙腿儿还是长，相对我们那边的鸡。那比它那个品质好得多噻。
这个肉怪没怪的，因为他从生下来他不晓得土地啥子感觉，他不晓得啥叫在笼子里，他就一直在笼子，他的一生都在笼子里噻，这就是他的一生。其实鸡和鸡不同，人和人也不同啊，他一生就在笼子里头。那么有些青年，比如这个原鸡如果不把抓着撵的话，那就说他就在外面自由的一生，变成野鸡了。对啊，野鸡嘛，就这样子噻，人也是一样的呀。有些人为啥子呢？有些人说的是含着金钥匙生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像我们这就是草根，对不对？草根就是需要自己奋斗。我们的紫米呢？紫米，没得紫米，没得紫米。这是本地紫米。紫米还有外地的吗？有进口的呀。进口的哈。怎么辨别是本地的？这个怎么辨别？看颜色嘛，本地的它颜色不会像那种景红的那么黑。但它没有什么香味啊，这个。香味没有，你煮的时候才会出来。啊，帮我称一点。要多少？称个两公斤吧。称一公斤都够了，拿去尝一下。要一公斤。他这个你敢不晓得哪个？你敢不晓得哪个？哎，有那个冰纸吗？什么东西？木瓜纸。那个没有。没有那个哈。嗯，至少想给我喂的时候，不要喂在那皮。没，你们拿错了。你过来，你走下去。他这个今年的应该是在九月才出来啊。嗯。这是去年的。好了，20块钱。再给我一个袋子吧，我拿的比较远。走吧。